金像奖两代香港天王合照，网一看皱眉，直呼刘德华帅得好突出。香港知名男团 Mirror 中的成员吕爵安和江涛16日都带着作品参加香港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因此在红毯开始前就有许多粉丝围观。江涛在红毯上遇见了天王刘德华，两人一合照，让网友惊呼刘德华真的帅得好突出。身为香港当代顶流男星之一的江涛，这次则凭借电影《阿妈》有着第二个主题曲《风雨不改》入围最佳电影原创歌曲，虽然最后和奖座擦肩而过，但也让网友直呼入围就是肯定。不过被誉为香港两代天王的江涛和刘德华这次在金像奖红毯相遇合照，虽然被誉为是世纪合照，但却遭到网友吐槽，认为两代天王颜值差太多，直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工作人员在和刘德华合照。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每天更新最新消息。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